敬拜你在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，主祈祷我与你亲近，耶稣我要更认识你，我全心至圣地献上生命当作活祭，主祈祷我与你亲近，耶稣我要更认识你，我全心收看遇见黄韵玲，听见新声音。在今天呢，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很多的生命经验的是朱鲁豪老师。你可以在很多的戏剧当中、艺术当中都可以看到他。他跨界演出太多的种类，包括京剧、豫剧、歌仔戏，还有我们看到的时装剧，还有古装剧，还有歌仔戏，还有跟张振杰老师的音乐跨界的合作。是，对，我们欢迎朱鲁豪老师。玉玲你好，朋友们大家好。我全心跟随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也要请所有的朋友跟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孩子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要将所有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里，也希望你保守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谈话，也都有你的很多的威严在我们当中，也让所有的年轻朋友、所有喜爱艺术的朋友都可以感受到。我们将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里，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谈话，所有的交通都非常的圆满。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翻开到以赛亚书第57:10-11，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。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，你仍不怕我吗？
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哦，当然要去面对一个考验，当然会经过很多的重重的挫折。所谓呢，这个千金啊，千金真的是要经过很多的百炼，对不对？他才能够展现他最光亮、最有光泽的那一面。这个朱露豪老师，我看到你从小的经历，我简直泪快飙下来。我在想，如果我小时候是在那样子的学校长大，或许当然我会有不一样的路。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是，这也是你没有办法挑选的。我觉得人是蛮宿命的啊，从我妈妈的这个在肚子里面开始，我的胎教就是歌仔戏。歌仔戏。对，因为我妈是客家人，我爸爸是外省人，可是我妈妈唱歌仔戏，所以以前的年代这个演员很辛苦的，哪里说哦四个月就开始待产啊什么的，没有的，所以要唱到生孩子那天还在舞台上表演。所以我妈妈是真的是在台上还在表演，阵痛了，都还不能够下台来，啊，等到要生了才跑到后台去把我生下来，啊，是这样子的，所以是产婆来后台接生的，是这样啊，哎，所以从前的我觉得当妈妈都很伟大，就为了工作，然后为了养家，然后阵痛到什么什么开几指什么的，她自己都不知道，然后等到真的要生下来了才能到后台去生孩子。哇！所以我从小就是胎教当中，就是跟歌仔戏有非常非常熟悉的感觉。对，其实我想，如果说电视机前面有很多朋友，我相信一定在很多的戏剧当中看过朱老师哦。但我一直到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朱老师是会讲客家话的。我一直以为你是很正统的，就是字正腔圆。腔圆的，对，错。其实我小时候是在客家庄长大的，然后到了9岁的时候呢，因为男孩子太皮嘛，很爱玩，一放学就把书包一丢就不见了，然后后来我外婆就说，这孩子太皮了，他没办法，没有办法管我，所以叫爸爸把我送去学戏。所以我爸是外省人，那他觉得，因为他自己是陪着我妈妈在歌仔戏班讨生活，所以他非常了解歌仔戏班的生态。那他觉得歌仔戏班的生态就是女人反串为主的，啊，这个男人呢基本上就是打杂的，或者打那个打锣打鼓那样子的啊。所以我父亲才觉得说，既然要学戏，那就是学一个正统的好了。所以我才被我父亲送到台北，第一次到台北来，因为住新竹。9岁到台北来，对，就送到台北，然后就考试，就考了一个陆光国剧训练班，还不是一个学校，它只是一个国剧队，陆光国剧队附设的一个训练班而已。所以我就后来我是因为吊车尾考上的，那进去以后呢，所以不管你是哪一个省级的，不管是上海人、山东人，还是客家人或者台湾人，都要第一个功课就是要练标准的国语。所以像我们这种，如果练是还可以练，对不对？语言是很微妙的东西，你只要肯，你都可以学得好。老师，你自己在求学的过程当中，尤其是接受这么严格的训练，你有没有一天大概要练多少小时啊？那一天啊，就除了晚上睡觉8个钟头以外，其他都在练。都在练功。对，都在练功。我们学校还好，就是有早上有4个小时。是8点到12点呢，是念书，其他时间都是练功，所以早上4点就要起来了。4点起来就是我们的练我们的声音，吊嗓子。我们很好笑，因为我们剧校以前是在木栅嘛，跟那个政大蛮近的，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就把我们带到政大，不是一定要到南溪？对，那个时候很荒僻，很荒凉的。人家说啊，你练嗓子呢，一定要到靠山靠水的地方，你声音出来才有水音，才好听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就把我们带了去那个到南溪，早上4点呢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一般40个同学，我们就每天早上起来就那对着到南溪就开始喊阿姨，就是第一个声发音，发一个啊姨，就阿姨嘛，就每天喊呢，要很大声的喊，早上4点呢，那女生他们是用假音嘛，他们是啊。结果喊不到7天，就那个我们附近的农家就放狗去咬我们。田老师，这是我儿子，没关系，你使劲打，打死不用偿命。那眼泪就开始打转，又不敢哭出来啊，就是这样很难过。
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那个手上就提一个好像一个塑胶袋，里面呢有两颗当年是一个非常贵的水果，两颗五爪苹果。结果喊不到七天，就那个我们附近的农家就放狗去咬我们，因为太吵了。因为半夜四点。半夜四点的，有男有女在那边啊一的，好像闹鬼一样。哇，那练功呢，就是要练那种什么？太多了，我们的功夫从头练到脚。刀剑什么那些？我们早，比方说我们七点钟，五点钟就回到剧校，就开始练翻跟斗。我们的这种男生不是要倒立吗？对，就把那脚就靠到墙上了没有？我们从几秒钟开始练起，然后一直20分钟，最后是要到一个小时。就你靠到墙壁要一个小时，哎，我们就有9岁的孩子啊，10岁的孩子很辛苦啊，所以我们都在哀嚎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哎呀，然后那个眼泪啊，那个鼻涕有没有？那个汗，那个口水啊，汗水啊，就都在挣扎的，不要学了，回家。可是你也不敢掉下来，因为你从墙上掉下来，老师就拿藤条在后面等你，朝你屁股就抽下去了，好可怕。所以我们都在忍，都在忍啊，都在忍，强忍那个痛啊，那个不舒服啊，然后去练那个倒立，是第一个功课，就是倒立而已。哇，那所以你的家人去看你的时候，他们都没有看到你被打吗？他们不会来看我啊，我半年之后我爸才来看我一次。半年以后。因为我爸妈他们就跟着歌仔戏团在全省跑嘛，所以还没有时间来看我啊。所以我大概前一个月，我每天都在哭，每天半夜躲被窝里面在哭，然后觉得说，我爸说来这边不要读书的，为什么还要读书，还要挨打，就每天哭，大概哭了一个月吧。后来大概半年以后，我爸跟我妈才来看我。哇，隔了半年。半年。对，而且听说爸爸还跟老师讲说，就打吧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礼拜天，他只是平常的上课时间，我爸就来了。来之后呢，就带我妈。然后那老师说：“朱露华，你爸妈来了。”然后我就站在我爸妈前面，然后老师站这里。我爸就说：“啊，田老师，啊，这是我儿子，没关系，你使劲打，打死不用偿命。”我想一个当一个孩子这么小，然后就听到爸爸是这么说话的，那眼泪就开始打转，就不敢哭出来哦，就是这样很难过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妈妈那个手上就提一个好像一个塑胶袋，然后里面呢有两颗当年是一个非常贵的水果，两颗五爪苹果。哇，可能花我妈妈很多钱。我看到那苹果就笑了。我就开始好饭好可以吃苹果啊，所以他们大概看了我大概不到15分钟，他们就走了。走了之后呢，晚上我就拿着两个苹果，没有，我就开始用闻的，不敢吃，因为就舍不得吃嘛。苹果很贵哎。对。然后就用闻的，一方面是闻那个苹果香的味道，二方面就很想从那个苹果当中去闻出妈妈身上的味道。哇。所以那个苹果当然没有吃，当然是闻干掉了，坏掉了。所以这样时间下来大概多久待在剧校？我待了10年，在剧校小学3年级进去，一直读到高中毕业。哇，那是一个很长的岁月。每天都觉得说，什么时候才可以毕业？因为那时间真的很长，因为每天从早上4点一直到晚上10点才能睡觉。所以真的是每天不管是倒立呀。拉筋啊，劈腿呀，这等等完毕以后还要学表演。所以在舞台上的表演跟你后来进入电视，你觉得有很大差别吗？哦，当然差别很大。很大。我相信你也演过舞台剧对不对？对呀，像我自己电视然后去演舞台剧，我就觉得舞台剧好难哦。我也是啊，因为我第一次演舞台剧是屏风的一个蝉舞台剧，我演一个大学生，穿牛仔裤，穿 T 恤。平常我都是将军，你知道吗？我都是这个身段的。结果剧本一来一排练，结果我完全手不知道该放哪边，我不知道我手是要这样子呢，还是要这样子呢，还是要放在后面呢？你完全弄不清楚，说怎么讲话会这么困难呢？所以很不习惯他那个表达的方式，还有你手。这手的摆放位置，对，我也很不习惯，很不习惯。就大概排了3个月，
因为那个时候跟我同台演出的是曾国城、郭子乾、王岳、还有李国修，他们好像排半天，我说你们是说台词还是跟我开玩笑啊？他实在太活了嘛，对，都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说台词还是跟你开玩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完全是在状况外的，因为你要从一个京剧的古装要变成舞台剧的东西，你会完全不习惯。我大概排了三个月，我才进入状况。然后这个问题又来了，到了三个月以后呢，我的最后一场戏是，我的所有朋友们。在那个暑假当中，他们都离开了。他们有的是往生了，有的到美国去了。然后我的女朋友呢，就给我一封信。我是在台中间，要念那封信，所有的 spotlight 都在我身上。然后那个国修是导演嘛，他说你要念到哽咽，但是不能哭出来。国剧的哭都是抽象的，都是这样沾泪的，假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演舞台剧，你就要真的要用声音去表演你的那个难过、那个哽咽，甚至眼泪要在这里转，我完全哭不出来，完全不一样的，完全不一样的表演方式，它要从内而外的。对，那国剧是城市的，都是外在的表演，它是要由内而外的东西，我完全弄不出来，所以最后快演出之前，国修没办法，他说：“好，我们去买啤酒来喝。”我们两个人，他们都走了，我们两个就在排练场就喝啤酒。他还告诉我说：“你想想看你这一生当中，你最难过一次什么事情？”我就想，我就想到那两个苹果。哇！然后那眼泪就哭了，而且哭了很久，哭了快一个钟头，然后把那个信再拿起来念，就完全就符合了国修导演他要的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并不是从京剧到电视剧，不是，我就经过很多路程。我从京剧到舞台剧，舞台剧之后我演过两三个舞台剧，然后再变习惯那个方式以后，然后才去演电视剧，最生活化的。哦，所以中间还经过了舞台剧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要进入了这个电视剧。对，那电视剧又跟舞台剧又不一样，因为舞台剧它还是有点夸张嘛，对，你说话声音要大一点嘛，啊，然后那个阴阳顿挫，讲话的阴阳跟唱歌一样，对，讲话阴阳顿挫你要有嘛，可是到了电视剧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太阴阳顿挫，对呀，这样太做作了。我现在也在发现这件事情，有时候你会觉得太做作了。我们平常讲话不会说韵玲，你今天吃饭了没有？我们会这样了。对，韵玲，您今儿吃了没有啊？这个就太台剧化了。所以我后来也在调整。从舞台剧变成电视剧的时候，怎么样去再更生活化的一些东西？可是像朱老师，你比如说一直去跨不同的这个领域，你有没有一些挫折啊？有，我挫折真的很多哎，就像舞台剧那个挫折，对我来说也是个挫折。因为排三个月我还不会哭，这个很大的挫折。我也拍过那个独立制片的电影的时候，我演一个杀手，很好笑，是我穿一个很黑色的长风衣，然后导演说周老师你走过去以后，然后这样回头望一下，我说好，走到前面说老师回望，我这样子。我还用国剧的亮相这样子，然后他说不要那个亮相，这是最习惯性的，最习惯嘛，因为我们都是习惯亮相嘛，所以我从各种不同地方，然后来纠正过来。那另外我第一部电视剧是拍邓安宁邓导演，然后他那个要讲台语，我从舞台剧再转电视剧的时候，真的很不习惯，而且。语言又是一个障碍，对，我虽然我帮他唱歌仔戏，可是我并不是台语那么好，我们都长在那个讲国语的圈子里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台语我真的是不行哎，我真的是用尽吃奶的力气，剧本上面波波摸佛，拼不出来，用英文拼，就把每一个字都要拼，然后我们台语。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口语的什么内啊、乐啊、骂那种东西啊，所以我们都要我都要用注音符号给它注起来，所以那是大概拍了三天吧，到第四天，导演就叫我不要来了，啊，我就被换掉了，真的，真的，就觉得说，其实我没有怨天尤人，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，我的台语不灵，然后表演技巧不好，
因为你突然从舞台剧再转过来之后呢，你的表演方式还是没有达到别人的要求嘛，所以我挫折的蛮多的，所以就这样子。大概从那次被换角以后啊，我到现在为止啊，我每次只要接到一部戏，我都前三天或者前一个礼拜，我都很兢兢业业的，因为我很怕别人把我换掉。就是那个台词啊。对。所以朱老师后来你还有接台语的戏吗？对。接哦，还是有接。我现在就，后来我就是有一个公司呢找我去演，然后演个校长。我那时候拍了一年，我大概前半年的时间是每天只睡2个小时。因为我的功课很多啊，因为明天要拍的戏可能就拍10场20场，因为我从第一集到63集，我每一集都有啊，就变成说你的功课要每天都有，你做很足。我每天真是今天拍完这12场戏，回家赶紧背明天的，然后背到可能到12点2点呢，我早上6点就要起来化妆了。所以我每天都这样，就用熬夜的方式去猛背那个台语，所以背大概半年以后，我的台语就很溜了，就变成说，你经过的那个阵痛的那个低潮，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很棒的东西。对，我那时候在巴西的时候落幕以后，我是在后台是躺在地上，还喘气这样。哇。就好像快休克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才在那个时间点，我就把我的棒子交给我的学生，这个美猴王你们演吧，因为我演不动了。嗯嗯。你经过的那个阵痛。的那个低潮，又得到了另外一个很棒的东西。对，所以歌仔戏是在这些之后尝试的嘛？对，歌仔戏就一定是台语啊。嗯，对啊。其实我第一部歌仔戏是跟明华园。嗯嗯。啊，这个孙翠凤是我好朋友啊。他找我的时候，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找我演歌仔戏啊？他说没有，你一定行的。好吧，我就。其实动作身段都是一样的，只是那个语言跟唱不一样而已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排练的时候都是孙翠凤在教我台词的台语。你知道唱歌仔戏台语跟讲话台语不一样哦？为什么不一样？它有很多成语，嗯，然后它有很多腔调，啊，如果你看过歌仔戏的话，你会发现他们讲话就跟我们平常讲话不太一样。啊，立家崩没磨啊，他那个，他就有那个韵味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会学他的那个韵味。可是那个韵味你不能把它放在电视剧上面。对。好，所以这个都要区分。然后，那孙翠凤他们，因为歌仔戏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东西，他今天觉得，哎，这个情绪应该唱都马调。他今天叫你唱，他叫我唱都马调啊。好，到了明天来说，哎，老师，我觉得这个情绪不应该唱都马调，应该唱那个七字调。每天给我改那个唱的调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它的调是一个固定的。固定的。哦，但是里面的词不一样，但是它也其实歌仔戏现在也变了很多。嗯。它不管是什么调，它都有变调。七字调它也变调。嗯。啊，都马调它也变调，所以每天我去都是新学一个唱段，你知道吗？好厉害。就是因为去不断的尝试，然后跨领域，可是这样子真的获得好多，得到好多那种不一样的。我经常觉得，我看到你的星光大道的时候，我忘记是谁讲过一句话，我觉得学习是一种快乐。嗯，学习一定要从零开始。对。所以我自己，经常我在做很多跨界的时候呢，我都把我自己放开，我不是朱露豪，我不是京剧的朱露豪，我是古典乐的新生。就像张震杰跟我那个，他是用一个古典乐的德布西的那个月亮，然后呢，配上美猴王，他叫美猴王偷月，好浪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他第一次把那个 CD 给我之后，我听了都睡着了，根本听不懂，因为太美了，那个旋律，而且那段落也不是很清楚啊，我根本都听不懂啊，所以。后来是因为他告诉我说哪一段是什么意思，哪一段什么意思，然后我自己听完他意思以后呢，我还要再把自己的一些美猴王的一些身段，一些乐表演的 Q 点，然后还把金箍棒啊什么都要把它放进去，这样凑进去，就变成一个创新的一种东西，古典乐跟东方的京剧结合，
就变得很好玩，这样。朱老师的美猴王是应该是全华人界是非常有名的，对，好像也没人敢再演什么美猴王了嘛。不敢了、啊，其实，美猴王对我来讲，他让我的人生有一个很大的转变。我是一个比较闷的人，然后也不大会去表达自己的。可是呢，我演了美猴王之后，我发现他的爽朗的个性、调皮的个性都在影响我。然后我也因为是他，让我从台湾一直到全世界各地去表演，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国外的文化。所以我是觉得美猴王，他这我一开始我也不是演得很好，我第一次演完之后，所有观众跟剧团人都骂我是大马猴，是猩猩，因为很丑嘛，然后动作也不好看，然后也不精彩，然后也不讨喜。所以后来你有在改良很多？改良很多。我从就两岸开放以后，我去山东，我的一个猴戏的老师在山东，我自己就跑去山东学。哇，猴戏，它就是一门学问。一门学问。哇。很多他，因为我演武生惯，我演什么赵子龙啊，那种的，就是很正派的武生的时候呢，他是很刚正不阿的。可是猴子不一样，你知道猴子都是那个，都是那个小动作很多，好像好厉害哦。喝水呢，他变这样的，我们喝水都这样的，猴子喝水他这样。所以他就各种不同的，各不同的表演。你如果没有学的地道，你就演不出来。所以我那时候真的花了很多，就被观众耻笑以后呢，我就花了大概整整两三年的时间，只针对那个角色去揣摩，然后去学习，而且他还玩很多兵器，他跟天兵天将有很多的武打，那些招式都很难的，你就不断的去练啊。可能比方说那个锤，你可能要练1000遍。上台只有一次的机会，所以我们就练了很多很多很多，然后跟很多的那个天兵天将的那些兵器的对打、出手啊、丢来丢去的，我们经常练都是受伤啊什么的，头也受伤了，手也受伤啊，就练了很多这样子的东西。所以大概两年三年练再排出来之后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轰动。对啊，所以跟我们以前小时候在那边，比如说我们都会学猴子啊这样。其实是不一样。我刚示范那个喝水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是吃桃子呢？比方说我拿一个仙桃偷桃的时候呢，我一拿一个桃，我一定东看西看，对，怕别人发现，然后一口，先咬下去，好酸呢，就不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拿第二颗来的时候呢，哎，猴子很聪明的，它会剥皮的，它会这样，剥皮，哎，剥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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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手还是这样子哦。猴子的手是这样子哦，它不是人手，它是这样子。完了一瓶后呢，它是由下往上吃这样。好甜呐、啊！再吃一口。这看，光吃桃子它也是一种艺术。哇！所以我那时候经常每天都是对那个镜子练习，然后看着镜子自己的脸，到底是什么样子？因为你这样子的收缩，等到画上美猴王的那个猴脸之后呢，它就更好看。好精彩哦！就光是一个美猴王的动作，都是要去揣摩、去揣摩的，连搔痒都要揣摩。搔痒，我们人都是往下，对不对？这样，它是往上撩的，因为它毛是往下长，你要把它撩撩开嘛，所以它是这样。哇，真的好多！现在才晓得，对，原来常常在电视上看到小 S 他会扮那个猴子。刚朱老师说，像我们这种丑陋的，不要再唱。那是小猴，小猴子要打猴。所以从一路上从剧校一直跨越这么多不同领域，也遇到很多挫折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你都没有想到说，好，那我换别的好了，我不要这个。有，其实都有了。比方说，我刚毕业的时候呢，就觉得说啊，京剧已经不行了，我要拍电影。那时候就我同学很多都去拍电影了，那刀剑片很流行嘛。他们也找了我去，可是我不想，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从小到大受那么多苦，挨那么多打，流那么多汗啊，就还没开始呢，我就改行了，我就有点舍不得，所以呢我就没有去拍电影，就一直坚持在剧团里面每天孵豆芽。然后那时候我也不是主角，我还是跑龙套的那种，跑武行的那种啊。
因为前面还有前辈在演嘛，所以我大概敷了大概5-6年吧。我一直对京剧，我对他很有信心，我对他很喜欢，可是他让我觉得我的处境有点危险，所以我一直有不安全感，所以我一直在尝试努力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比方说演舞台剧，拍独立制片的电影。我再想说，想证明自己，说我除了演京剧以外，我还会什么？所以我也去学了艺术行政。哇！剧团要怎么经营？然后怎么去签那个公文？怎么申购道具？然后我也去演了舞台剧。对。啊，我也去演了独立制片。那到2000年的时候呢？那个时候我自己，我们剧团是在那个一年当中去了巴西。去的这个布拉格，去演美猴王，哇！那时候演了那两个国家演完回来我就受不了了，因为可能年纪大了，然后你知道美猴王这是非常需要体力的一个角色，我那时候在巴西的时候，最后一段是耍鸡公棒，知道吗？都打胜了嘛，耍鸡公棒，耍到最后一亮相，唱什么唱这唱，然后落幕以后，我是在后台是躺在地上。喘气，这样哇，这好像快休克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那时候才真正觉得说，哦，我这个戏不能再演了，我应该交棒给我的学生了。所以我才在那个时间点，我就把我的棒子交给我的学生，我说我不演了，这个美猴王你们演吧，因为我演不动了。然后从国外回来以后呢，我就开始跨电视剧。然后我刚刚讲过，我第一部戏是被换角的，我觉得那次对我的打击真的很大很大，因为我从演国剧以来，舞台剧以来，从来没有人给我换，给把朱露豪换掉。对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邓安宁导演，这是怎么了呢？所以是就此就跟他断绝来往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换角之后呢，我真的很难过，然后就想说我到底哪里出问题了。然后自己不断的扪心自问，到底是我的演技问题呢，还是语言问题呢？就开始先做准备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先做准备，希望以后能够再接邓安宁邓导演的戏，结果去年真的接到了，真的，真的，而且他对我台也没有挑剔，所以我很开心，就是说，我觉得可能在我每一个阶段的转捩点的时候。我自己碰到的人生的低潮之后，可能它就是我将来成功的一个点。对了，这个我又要跟所有喜欢艺术、喜欢音乐的朋友开始勉励。真的，有的时候失败它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动力。对，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再往前。没错。对，你可以去做比别人更多的准备。对。对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你如果被失败打败了。那你就完了嘛？对呀。那我这边讲个小故事。我大概在15岁的时候呢，我演一出戏，那个出戏呢就是我演一个英雄，然后我中了暗器。然后下一场呢，我就要在那个舞台哈，我要做那个旋子，就是人是悬空的，这样旋起来。我那时候老师规定我要走15个，啊，一圈这样15个啊。那时候才15岁嘛，那个旋子的那个功力还不够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这样子在那个中华路那个国际奥运活动中心啊，我一旋大概第5个，我就踢到那个大幕，那个幕不在后面吗？我踢到大幕摔下来，啊，继续走，因为还没走完，才5个而已。哇！然后走到前面呢，以前的灯光没有这么好，它是在舞台的两侧那边有一个灯架。有大概有灯架，我都好像还记得哎，有那个灯架对不对？就像那种灯架，我就走到前面去，我就把那灯架踢翻了，然后我自己掉到台底下去了，灯架也倒了，我人也掉下去了，哇，叮哐啷掉下去了，然后观众还很好心，还把我拖上来，我那很小嘛，把我从台下拖上来，结果跌跌撞撞走完15次，走完15次以后呢，一谢幕，老师气到。我们一卸完幕以后，我同学都在旁边呢。我同学那个老师气到从后台拿那个这么粗的那个藤杆啊，藤条啊，这么长啊。后来因为想唱戏，所以我跑去学声乐。好厉害哦！就找声乐老师上课。对，从呼吸的训练，然后呢练会以后呢，然后再开始上钢琴啊啊啊，这样上钢琴。所以上到最后，我的声音被那钢琴老师调整出来最好的那个亮度，最美的声音。音域。音域，对。Thank you.
老师气到从后台拿那个这么粗的那个藤杆呢、啊，藤条啊，这么长啊，就把我叫趴下。好死不死，那个大幕正好起来了，我就趴在那个舞台中间，嗯，然后那老师就狠狠抽了我七藤杆。啊，那所有的人都看到了，观众全看到了。哇，好可怜、哦！那多丢人呐、啊！我觉得十五岁他，毕竟他还是个男孩子，对，多那种自尊。而且我同学、女同学都在哭，你知道吗？我被打到真的哭不出来，我只是忍着不敢哭，啊，痛啊！然后到了后台，我的同学，也不知道从哪边找那个蛋清有没有，蛋清呢就帮我擦屁股，因为都流血了嘛。所以从那次以后，我就发奋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旋子练好。所以呢。我们不是四点钟就要去练吊嗓吗？三点就爬起来了，就三点爬起来就先练那个旋子，我大概练了半年，哇！半年之后，后来是被那个训导员发现，然后跟我老师讲，所以我老师说不可以再练了，不要那么早起了。我后来的旋子可以做40个，好可怕哦！就是这样一直翻，一直翻，这样旋转，这样旋转，一圈一圈一圈这样子。所以，我觉得就是那个失败的地方，你一定要记住你怎么失败的，然后你还要去努力，要把那个地把那个再找回来。所以我后来可以做40个，而且做得身轻如燕。哇，所以还是要经过不断的练习，这个是一定是很重要的。对，没错。对啊，其实唱歌也是啊，你唱100次不好，就是得要唱200次，对，300次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别的。没错。对啊。其实讲到声音。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声音的问题。我大概过三十岁以后，我觉得五声的年龄啊，翻翻滚滚的年龄，它是从黄金的一个极限往下坡走了。所以我想说啊，那我要唱一些，文戏跟武戏并重的戏。要唱了。可是呢，因为我从小练功嘛，光是倒立要练1个小时，对不对？那个声音都不好嘛。然后我们这个京剧行有他有一个话就说，你练好了是祖师爷赏饭，你练不好是祖师爷不赏饭，其实它是一个推脱的一个借口。后来因为想唱戏，所以呢就去从传统的方式当中我学不到，学不到更好的，所以我跑去学声乐。啊，好厉害哦！就找声乐老师上课。我真的是从那个呼吸开始，从呼吸的训练，然后呢，练会以后呢，然后再开始上钢琴，这样上钢琴，所以上到最后，我的声音被那钢琴老师调整出来最好的那个亮度，最美的声音，音域，对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在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啊，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真正可以，在这么多领域当中，然后一直坚持自己梦想的，我觉得那个是对于自己的那种生活态度，他是充满了热情，跟一直在挑战自己跟冒险。对，对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对啊，我觉得干艺术的人，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有一个学习的态度。对，你不管你今天成了名角儿或是明星，我觉得那个学习的态度千万不要因为你是明星而减弱。而且应该要更厉害。对，因为其实别人可以从你的身上可以去看到更多。对。他们也可以去学的地方，对呀、啊。所以在这一路上，有没有很多的朋友啊，是给你很多帮助的？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，就是说我在每一个转捩点的时候，都会碰到一些好朋友，啊，比方说我刚退伍回来，邓安宁不算，他也算，好不好？他也算。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碰到林怀民，林怀民林老师呢，因为我一回来，我父亲就往生了，那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家用够不够？”我说：“不太够。”因为我要养家，我结婚了，所以他说好，那你来云门上课，他就让我到云门上课呢，是教他们武功，然后规定我每个礼拜要看一本书，然后呢，每个礼拜要跟他吃一次饭，要心得报告。哇，其实是很好的训练。可是那时候因为年轻嘛，就不懂，觉得这个是个压力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看很多书，哎，看了很多名人的这个传记，什么沈从文呐、还有什么。各个名家的成功的这些传记啊，都要看。看完之后，每个礼拜，哎，好，礼拜三我们吃饭哈。我去上完课就跟他一块吃饭，他就跟我讲，你看沈从文怎么样啊？他怎么样？他就跟我讲，他跟我讲这个书的内容，或者，然后你自己要先报告。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他让我了解了，
一个演员不单单只是表演而已，而是内心要有很多很多的内涵在里面。这个要红线画出来，这句话要红线画出来。所有的真的，尤其是对自己哦，就是说希望自己未来是非常有可能性，而且会希望路走得越宽的人，真的要听进去。对，所以从林怀民，后来是汪其梅汪老师、嗯，那汪老师也是，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戏叫做《三岔口》，嗯，它是两个英雄好汉在半夜，在明亮当中要摸黑开打。等于是伸手不见五指的，嗯啊，那时候我们在演的时候呢，他就问我说，你知道你在摸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我心想说我没有想什么，老师怎么教我怎么演呢？他说不对，他说你要有身在其境的感觉，嗯，你不能因为摸就黑就是摸黑不行，你要有感觉，你要看不到他，他是一个西方的一个剧场的训练，啊，所以我觉得他。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启发，在这个京剧的表演的技巧上面啊，他给了我很多西方剧场的观念啊。那后来，我们不断的在改编一些传统老戏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把一些我所接收到的讯息呢，给它放进去，把传统老戏呢节奏改得更快一点，然后让观众这个接受度更快一点，因为传统老戏啊。很慢，节奏很慢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然后我手指出去，它可能就是这，有8拍才能指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我们没有，我们赶快就指出去了。我觉得要符合那个剧情，所以所以我的《美猴王》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国外受欢迎，是因为我已经把它改到成为只有90分钟而已的戏，而且从头到尾没有冷场，没有冷场之下，谁最累？就是美猴王最累。对啊。因为我要换5套衣服。所以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我说我是在后面换衣服。90分钟哎，我一个人哦，就，所以就是那个节奏加快了，然后乐趣加多了，包括国乐，包括卡通，我们都把很多元素都放进去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新的元素在里面。而且它也可以一直在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美猴王。对，这样一直往下进。不管是这个年纪大的看，或小朋友看，都很喜欢啊。对呀，对呀。好棒哦！我觉得，对，真的，尤其是喜欢一直不断学习的人，我觉得真的，这个今天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很多学习的这个过程，真的是对我们很受用。那你自己的小孩呢？你有想让他学戏吗？没有哎，很辛苦。因为我的小朋友们从小就看我表演，嗯，看我受到很多次伤，哦，所以他们都很心疼我，所以他们觉得他们不要学，学习太辛苦了。所以他们看到我在舞台上翻跟斗，从高空翻下来，膝盖受伤，他们都坐在台下看的，所以他们觉得很心疼，就是爸爸演这样子工作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危险，那他们就很努力的读书吧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所以我们在这边也祝福朱老师，他的计划还有他的愿望都可以很快的就实现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我们再把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，请翻开到以赛亚书第57章10至11节。你因路远疲倦，却不说这是枉然；你以为有复兴之力，所以不觉疲惫。你怕谁？因谁恐惧？竟说谎，不纪念我，又不将这事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许久闭口不言。你人不怕我吗？好高兴哦！其实今天包括对我自己来讲，我就觉得，真的又学到更多。对，就是说，其实好像每次在这个领域过了之后呢，你会觉得说，哎呀，蠢蠢欲动，又要去开发另外一个。我觉得有这种心思，会很好的。其实我觉得，如果跨领域能够让你所学跟其他的结合的话，这是非常有趣的东西。对，因为你光是演京剧，会觉得你再演还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只是好看不好看而已。可是出去绕一圈回来之后，有更多的想回馈的感觉。对，太好了。那最后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再次赞美感谢你，在今天安排了朱露豪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告诉我们他的许多的从剧校开始一路舞台剧，还有跨领域的许多的心路历程，也借由他的经验，也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体会到，学习是一条真的是
非常重要的路，而且呢是必须要跨越许多的困难的，而且在你的指引之下，我相信我们的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。也谢谢你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，也希望你保守我们所有的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朱露豪老师，还有他的家人，也保守他们平安喜乐。也希望朱露豪老师的新计划在主耶稣你的看顾之下，也能够很快的实现，将一切交托在主你的手里。我们这样祷告，也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待干旱疲乏无水的，我何可想你？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的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深酸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深酸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。寻求你，在干旱疲乏无水地，我何可想你？你是我的神，我要切切寻求你。在干旱疲乏无水地，我心切慕你。我在深酸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。我在深酸中要赞扬你，见你的荣耀与能力，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要歌颂你，我要歌颂你。